谢谢谢谢谢谢，嗯，谢谢、嗯、谢,谢,谢谢啊，好久没有看见你们了啊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小剧场还演了些日子，嗯，大剧场一直没演啊。今年算这场两场，是不是？刚才坐在后台，于老师说：“哎呦呵，嗯、观众也挺高兴，后台也挺高兴。哦”是，我说那是，我还没开演呢，有的观众乐的都背过气去了啊。嗨、哎，也不至于买着票了就高兴，啊、那是。 谢谢各位吧。嗯，今天是年终岁尾，哎，二零二一年的最后一天了，跨年嘛，这场演出叫跨年，对啊，我们要跨到明年年中啊。太大了这步子，<laughs> 观众说没带褥子，你看，嗨 <laughs>、哎，不是让您住这儿。<laughs>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。 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啊，<对>谢谢。嗯、新年新气象，是啊，过了年咱们又长一岁，哎，那就落下这么一个、嗯、岁数越来越大。是，但是令人欣慰的是，嗯，于老师还是那么嫩。嗨，这一年能看出什么来呀、啊？ 头还是烫的这么滋冷啊！<laughs> 演出了得精神精神，很好，是吧？啊，尽量的多说相声。哎，大伙儿喜欢咱们，嗯，咱们又不会别的，就会说相声，嗯，好好说，好好演，让观众们开心快乐，让您满意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也给自己立个 flag。嗯，您这话我现在都听不懂了，来了方言你不懂啊？ 这是您那村的方言呐，啊，小 <laughs>、啊、孩们不都说吗？立个 flag，什么意思？flag，一个宝盖儿底一立刀儿，底怎么写的？这是 <laughs> 不重要啊。今年亲戚像我，我要我要转变一下自己。您有什么想法吗？嗯，岁数越来越大了啊，不该说的话不能再说了。啊、哦，哦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。嘿。 不该去的地方，嗯，不要去了。这这这其实挺笼统的，你还还嗯，就是你，您这这个你不该去，不该去别去，哦，你再去就不合适。我我发誓，我再去我是个小狗，哎，就是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还启示呢，您这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，你包括说相声啊，多出新节目，这对，少在台上提于老师的家庭，啊。 这太对了，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不行吗？不是说你，就是说我。哦，我站台上说我们家的事儿，不可信，不可信，非得说于老师怎样怎样，这才好，这才可信。对，但是也被大家指责，指责什么呀？一天到晚的台上说相声，老说于谦的父亲、于谦的母亲、于谦他们家如何如何的，有意思吗？嗯嗯 哈哈哈！谢谢大家，真不厚道啊！这些人。这个同行们也指责我啊！你算算有，有相声到现在一百五十年了，<是>你听哪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啊？凭什么都提我们家人呢？我很感慨，我觉得人家说的，说的对，啊，倒是有一定的道理。啊、以后我可不说了啊！得嘞，我谢,谢您。<laughs> 了你你你得你得拦着我，真的。我干嘛呀、啊？你得你得看着我，要说赶紧拦着我。您您要说，我拦得住您吗？您，咱们得共同进步啊、哦。那可以。以前在台上所说的于家的故事啊，全是我瞎编的。你看这就澄清了。人家的父母并没有像我想象中讲出来的，就那种戏剧化的人物，并不是啊，肯定那样。他父亲他母亲，你知道人多好啊。 这就开始了是吗？哦，您这翻篇儿了，合着，后边那张还是他们？不是，我就想解释一下，啊，在我心中，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那是一样的，啊，那也差不多，没有丝毫的不尊重，啊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个老太太跟我亲娘是一样的，就这么亲。你们是没见过于老师的母亲，你见过？哎呀，这老太太、哎，这份儿 是吧，老太太倍儿可爱，是吗？啊，跟我念叨上岁数了，别的也不盼着了，就是身体健康，多活些年，这才正经的呀。我说老太太，您放心，活一百没问题。你也是好听啊，哎，老太太这真要强，是吗？天天在地上睡觉。干嘛在地上睡觉？啊，母亲奔八十的人了啊，老太太天天跟地上睡觉，就这么冷天儿，不管什么月份，铺张凉席儿在地上睡觉，就一张单席子。 他说：“接地气，这也太接地气了。这个我看着都深得慌啊。是啊，行吧，老太太没问题。行，我上医院体检，什么毛病都没有啊、哦，健康，就是有点贫血。哦，贫血啊，你这不嘛，我见天儿吃点红枣，哦，补血的。血啊、哦，吃胡萝卜也是补血的呀。吃红薯，哦，这红色的对。哎、嗯，吃紫菜头。” 啊，这这特别补血，吃西红柿，嗯，啊，这这也吃，吃大螃蟹，螃蟹怎么补血呀？蒸熟了就红了，啊，那有红色就算，哎，啊，大虾也红了，哎，啊，拜关二爷，沾红就算呐，关二爷也也算红色的，沾红就算。哦，老太太买那个火龙果，呵，火龙果砸碎了，怎么样？糊的脸上。 啊，美容养颜，老太太躺地下、啊，哎，抹一脸这躺地上，老看着跟那个案发现场似的。好家伙，老太太碰瓷儿来了，上这，可爱的老太太啊！我没说别的，我每句都是赞美。怎么到你这儿那么难听？这话什么哪儿难听？就您这弄一脸火龙果躺地下，这我是我是尊重这个老太太，真尊重。那是，还有你父亲，啊，又该他了。嗯，在我心中。 嗯，我一提他爸爸，我就，我就，不自觉的就就啊，特别想立正，是吧？立正干嘛呀？就尊重啊。哦，啊，上家去，哟，特别怕这个老头儿，呃，很威严。哎，但其实他没有啊，他没有说跟你瞪眼，说没有，啊，不发脾气。咱们就是尊重，是。老头儿就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那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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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普通的那个老大爷。哦，哎，在家里边，老头儿特别好，戴小眼镜儿。 啊，有点近视，哎，穿个吊带儿，对、啊你先等一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都没听说过，老头穿一吊带儿那像话吗的？那能看吗？那个，你也穿过，我我我也穿过，吊带儿，白色的吗？这儿下来之后，这这跨那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那个，您说那个白色的这么宽那个啊啊。啊啊啊，是吧？啊、那跨栏背心儿，那不叫吊带儿。 什什么是吊带儿啊？还得再裁，你提这干嘛呀你？你这说跨栏背心不就完了吗？你这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啊啊！啊真的啊，我每次见他肃然起敬，尊重。哎，坐在那儿没事，啊、老头儿爱写个东西，毛笔字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看他那日记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还写日记呢。嗨、哎、呀，我有时候也写日记啊啊，写了三天腻了，拉倒了。 哎呦，不坚持不下来。人他爸爸那日记本那么厚，嚯，就这么一摞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能看看您的日记吗？让看吗？戴手套看，讲究，还弄脏了啊。戴上手套，是，真干净啊。翻开了，嗯，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，嚯，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了。嗯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真好啊。再看看第二篇。啊，二零零五年。 嗯、我释放了，我又能写日记了。哦，合着蹲二十年呢，他。我说这本那么干净呢，看着感动。那有什么感动的呀？真棒，不能不能像你想象那样。那个老爷子不会犯任何错误。没进去？没没没进去。他他还上班呢，他怎么能进去呢？上班呢？他可能是跟自个儿开玩笑。啊，这谁看得见呢？这开玩笑，哄自个儿开心嘛。那个老爷子。 他是银行的行长，他怎么能出问题呢？哦,哦，银行的，他父亲是北京儿童银行行长，啊、我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单位，儿童银行的。对，北京儿童银行行长啊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哦，嗯，每天带着员工们进行各种的反恐训练，每天都反恐训练，万一坏人。 上儿童银行打劫来怎么办？那也就偷一兜子零钱呗，你什么态度？你这个人，儿童银行吗？你甭管什么银行啊，哪怕一个钢蹦，那也不能让坏人抢走。那倒是，老头儿天天的就这出啊，反恐啊。这个如果有坏人冲进来，大家不要慌啊。好，现在要开始演习了。是怎么演习？赵姐啊，躺下。啊，赵姐，孙姐嗯，哎，打，躺躺躺。 哎、刘刘姐，刘姐躺这儿来，躺这儿来，我我躺里边儿。对对，起来。干嘛合着反恐就都躺下是吗？哎，躺到五点，大伙儿下班回家，就跟一帮娘们儿睡一觉，合着是？你这什么反恐训练呢？你就是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子，可气这叫。所以你说他被抓起来，谁信呢？啊，我信呐，这个。 这还不抓起来这？这都该枪毙！这个，没没有你这样说话的，知道吗？可不是吗？感谢感谢这个老爷子跟老太太，哦，谢什么呀？您的父母最大的贡献啊轰！轰了轰了，谦儿哥不是，什么叫轰了我呀？轰孩子吗？轰轰出一个孩子，轰什么生孩子生生生生生的轰出一个孩子来？没听说过，咱哪儿轰出来的？生生出来谦儿哥，哎，这对，造福了中国相声界。 还造福了中国。这个相声要想说好，取决于我们两个人，啊，那一点不假。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啊，要动脑子，那也一定的。这是第一啊啊！您记着啊，嗯、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俩窍门，您说，第一在我这儿，第二在他那儿啊。在我这儿就是要动脑子，哦、啊，很重要啊，是要动脑子。脑我们老得研究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安排，话得这么说，观众才能笑。 艺术吗？从我们角度出发，要研究。是我这边呢？您这边就是人缘疼人。哦，我是有人缘的。这两者缺一不可。是，你说豆根的这边天天跟缺心眼似的。嗯，他说那话还没说完，观众就想起来了。这个不行，一定是赶在观众前边儿。哦，我老研究这个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比如说问于老师，嗯，大肠你吃不吃？大肠当然吃啊。大肠是。 动物的某个器官是活的时候，它是装那个的啊，对对，但洗完之后你吃不吃？吃啊，你看对吧？对，大肠洗干净你可以吃，对，来个马桶装饭你就不吃，<laughs> 哪怕这马桶是新的。你看那装屎，你看他都能接受啊，哎，马桶新的，倒上酒你喝吗？倒上水我也不喝呀。 新的新的也不行，啊，你是不是得研究这问题？这用研究啊，这个谁也不吃啊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啊，郭德纲跟这洗脚，洗完脚这水端过来，于老师，您洗把脸，你洗吗？不洗，他觉得脏。对了，你在游泳池里还扎猛子呢。哎，这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个好几百人跟池子里边霍了啊。啊，你跟着哇哇钻进去。 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你为什么能接受？没想到不值得研究吗？对吗？啊，哎呀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俩人搞对象，是，一说分手，我一天都忍不了他，对我跟他配不了，我腻歪他，见不了，我必须跟他分手，对，忍不了就得分手，对，你上班的时候你也未必多爱上班，你为什么能忍？就是因为给你钱了，啊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你就研究生活中很多事情。 其实你研究透了，你就能说相声。哦。但是啊，从逗哏的角度出发，好多事儿好研究。怎么叫好研究？你看，从我们的角度，你只要走脑子，你就能成功。是吗？但是从这边来说，你要不碰见一个于老师这样的，嗯，你就说不好相声。哟，您我这么重要吗？我合作这么多相声演员啊，啊，私交都很好，但是台上，谦儿哥跟我是最好的<吗>。谢谢您，您别客气，跟我亲哥哥是一样。 这关系好，坐后台吃东西。嗯，哥您吃这个不不，你先吃，让互相让，一定是我先吃，我吃头一口，嗯、哥哥吃第二口，是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他再吃一口，咱感动。咱吃什么呢？甘蔗。啊，我也不好意思嚼得太干净，是吧？谦儿、哦，谦儿哥吃的就比较努力，是不努力不出水儿啊，那玩意儿。 您都嚼一半儿了，给我呀！啊，跟我，你先吃，你吃完给我。哎，咱受不得。哦，你先吃那口，那口给我。和这是，啊，那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啊，就吃完了，就说这意思。哦，事儿不大啊。嗯，就哥们之间的交情。是我老站在边儿上看于谦，那肯定的嘛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通过多少个事情看完之后，我决定这个人是可以跟他相交到死的。啊，这这捧我，这捧我，哎、善良。 人应该这样。那回是在哪儿？我忘我们在外地演出，嗯嗯，演出还早，然后，呃，傍晚之前吧，嗯，就剧场门口，大伙说溜达溜达吧，走一走。那个城市没去过，嗯嗯，旁边就一卖手机的店，哦，一个孩子拉着他爸爸要买那新手机，哟<呦>，看这爷俩穿着打扮就是普通的人家，哦，那个手机得一万多，很贵呀、啊。他爸爸就央给他孩子，咱家这条件。 买不了这个，爸爸再给你攒两个月，咱们再买，行吗？买不起，那孩子不懂事儿，哎呀，坐地撒泼，哎呦，就得买手机，没教养，没法弄。嗯嗯，那个爸爸真可怜，是吗？眼泪都下来了。嗯，没法弄啊，掏出一根烟来，一边抽烟一边流眼泪，难受。谦哥一直在旁边看着，是吗？到这会儿，谦哥看不下去了，我呢，走到跟前儿啊，给我也来一根儿。哎呦，要烟去了，我不给人买手机呀，我。 我还蹭根烟上那儿，哎，叼着眼卷就回来了。嗯、哎，你看这咱看着心里，这不是个一般人，那是多缺德一个人呢、啊！这是，<laughs> 这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培养出这样的好的人来？哎，对，没这么。但是跟我谦儿哥没有，不这样，这份儿的。哎，这这些年来啊，嗯、当然有时候抬杠拌嘴也是有的，难免啊，有的。嗯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其实。 还是应该说怨我，呃，您您这又是？你看我批评不不，应该的。咱刚才都说了嘛，啊，新年新气象嘛，是。以后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不该做的事儿我也不做了，不该去的地儿我也不去了。再去我是小狗。哎，您这是要说什么？跟您说心里话。啊，您说，您说。之前可能有些个地儿，我做的不好，您也多原谅。什么地方哪儿啊？我说，你看他这人，他这人不记别人的坏处，我就忘了。这是让我最佩服的地儿。是我们有一次抬杠啊。 吵起来，因为作品的问题，到最后，到最后我急了啊！我说：“告诉你于谦儿，慢说是你，是就是郭麒麟，我也不饶。”啪！怎么样？给于谦儿一大嘴巴。占完便宜还打人，啊！回去之后，嗯，我的心里边其实也不是滋味干嘛？其实啊，嗯，不应该那样做呀，啊，是不是？ 徒弟们也劝我啊，您不应该这样跟我谦儿大爷闹，是不是？谦儿大爷对您多好、啊，嗯，你要要听我的啊。孩子们说，您找谦儿大爷道歉去。孩子都懂事儿，徒弟们都劝我，嗯，说到最后我也挺难受的，是吧？我说,<吗>我说那我我去吧。我说这确实是怨我，一时冲动。是老话说得好啊，冲动是蘑菇。对，蘑菇。 啊，冲动是魔物像话吗？动什么魔魔芋？啊，魔芋，听说过啊？冲动是魔鬼啊！冲动是魔鬼啊魔怪啊！什么呀？您这魔怪打起来了啊？哪儿啊？不是，不是山东方言啊？没有。行，嗯，我找于谦儿道歉去。来吧，徒弟们说您别空着手啊，嗯，有了诚意才行呢。哦，那怎么叫诚意？大爷没别的爱好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抽烟喝酒烫头的是吧？嗨，您给于大爷啊买一条中华。 我还带礼物，我说干嘛买一条啊？嗯、啊，买一箱，这真有诚意了。搬着一箱中华上于谦那儿去了。哎，一砸门啊，嫂夫人开门，我媳妇儿谦儿嫂看见我了。嗯，不说不来吗？嗯、再来是小狗。哦，这启示是给我起的，合着。您这太可气了，您哎呀臊的我呀。 啊，我是是说过不去这没听说。想不到的事情啊！哎呀，行，说事儿吧你。嫂嫂，娘，叔叔，哪儿啊？就叔叔，电电视剧电视剧都那么这不用按电视剧那里边喊。哎哎哎来去找谦儿哥道歉。哎，说事儿，不在家。哟，不在家啊？哎呦，这事儿闹了。那得了，那改天吧，改天我再来。啊。 这箱中华，您替我转交谦儿哥啊！真好、啊，这个口气清新，对蛀牙特别好啊！中华牙膏啊！啊，您是嫌我口臭是吗？啊、放下啊！这多少心里踏实点儿、哦、不知道谦儿哥那关过得去过不去啊？还提心吊胆。其实呢，人家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。我自我批评，我这头在家闹心，他也不好受。我闹什么心呢？他自个儿也琢磨我。 我不该跟德纲这么闹，我怎么闹了啊？他未必真拿我当郭麒麟，我也是浪的，我也是。嗯，再说了，他气头上咵给我一巴掌，对呀，我要躲开不就没事了吗？哦，我没有闪，嗯，您这句话说得好、啊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找郭德纲道歉去。 我 <laughs> 我怎么想的？我这是，我找你道歉去，<laughs> 找郭德纲，负 <coughs> 荆请罪。我也不知道哪儿学这么一词儿。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啊，负荆请罪怎么讲啊？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，是跟朝里的一个大臣叫蔺相如，嗯，闹别扭了。哦，但是蔺相如一次两次的容让，嗯，后来有人跟老将军说。 说人家不是怕您，那是怕的是文武不和，对国家有伤。是老将军听说这个之后很难过，嗯，是我的错。哦，于是脱一光膀子，背着这金条，金条，哎，金条就是边框用的那种东西。哦，去找蔺相如赔礼道歉，说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是我的错。哦，打这起将相和，嗯，国家富强。 这是有名的故事。于老师说：“我要比鼓，哦，我要学一学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。我要找郭德纲道歉。”是是是，啊、就把衣裳就脱，负荆请罪嘛。啊、嗯，我，啊，我全脱了呀，留了一只裤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您走小字眼我还能听明白啊。嗯 穿裤衩啊啊，穿拖鞋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表示诚意哦。推开门啊，嗯，找德刚去道歉啊。这刚去就得了、哎，就出去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个十二月底的北京很冷，还就是前两天的事儿。你这玩意儿，嗯，<laughs> 我到那儿再脱不行吗？我就非得出门之前我就脱好了啊。 虔诚，前程我干嘛那么虔诚啊？出来之后得先找荆条啊，还没荆条呢。条哎<呀>，呦，荆条是一种植物，是一般长个两三米啊，长的能到七八米，那、啊、一种灌木，上面那花可以做精油，嗯、是底下那根儿是可以入药。这个大冷天我就别学术研究了。啊 我得给观众想清楚啊啊！啊当件儿是这金条，哦，编筐用的那玩意儿，是是。那你琢磨抽的身上得多疼啊！拉的很啊！于老师出来，哦、找找金条，一一边走一边哆嗦，一边找着。哎，走街上人有那好心眼的大姐，是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啊！他也是愿意看啊。<laughs> 嗯，你是不是那个讲相声的于谦老师啊？他还认识，嗯，哎，真白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 怎么那么贫呢、啊，这大姐？你,你这样会冻着的啊，就关心一下。对，这个也没有富裕的衣服。啊、哎，啊、包里边有丝袜，那能管多的用啊？多少也挡点风吧。啊，于老师接过来，真穿啊？谢谢<下>啊。啊啊，打开丝袜。是，我套脑袋上了。哎，省得让别的观众认出你来。我不出来，好不好啊？我。 套好了啊！这大姐也是热心肠<是>你你要干嘛去？这是问问我要找金条哦，哦，找金条啊。拐个弯那银行就问问去吧。银行。于老师穿一裤衩啊，带着袜子，就奔银行去了。好嘛，多了多少岁啊？ 进了银行，哎、啊、往常来这样的保安得害怕，哦，哎，今儿个这帮保安，啊对，没见过现这么大的眼的贼，嗯，你要干嘛？呃，金金条。谁告诉你了这儿有金条啊？大大大姐，你要打劫啊啊、哎、呀？贼呀？怎么全听错了这个？打他！ 啊！一帮保安过来，叮咣五四，把于老师打一顿。哎呀<呦>，打完之后得跟单位领导汇报啊，还找单位呢。行长，啊，来了劫匪了。哦，行长在里屋正躺着呢，知道吗？赵姐，快起来！快，姐，行了，行了。孙姐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好，我这打劫的自家银行去了是吗？啊。 哎，老头儿出来，打扰我爸爸睡觉了。哎，这事闹的。哎，老头儿出来，带着几个女工作人员啊。啊，老头儿怎么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是。哎，这才跟老头儿说，啊，我要去找点儿金条。哦，这说清楚。哎，老头儿，你糊涂啊！啊，北京没有，北京都没有。你呀，你上河北省保定地区，啊，保定有。保定，你上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啊！穿上，你给他件衣裳吧。 几个保安给你搀出来了，那叫推出去的。哎，推出去，老头儿，赵姐，快躺下，一会儿又来劫匪了。好，我说推我出去，老头急着睡觉呢，是吗？于老出来打一车啊，奔河北省啊，知道打车，保定地区哦，到山里边问去啊。老乡说这个月份哪有钱？没有，七八月份啊，这年底了没有？哦，但是我们现在这儿呢有花椒木。 花椒,花椒，花椒，吃那花椒，那个木头，哎，说那个倒是有，有啊，有用吗？有用，那花椒木，好家伙，也这么长了一截一节一节的，他们弄的，上面疙里疙瘩那么憨，那就长那样，跟大黄瓜似的，就这么<是>这么一根啊。这个倒是有啊，您、哦、要乐意来一根也行，呃，能用。于老师想来都来了，哎，弄了一根花椒木，哦，要负荆请罪，哦，就那么个意思呗。 回来带着这根花椒木到处找郭德纲，啊，我得请罪啊！我那天呢，啊，啊带着我那小儿子上游乐场了，啊，玩去了。于老师也奔游乐场找我，哎呦，那个好家好几十万人呢，这这都是玩的呗，谁能看得见我在哪儿啊？对，都看我呢，啊啊。于、啊、老师一琢磨，来都来了，嗯，先来过山车吧，我呀。 我还上高处散，哈，呵，嗯，过山车，一会儿激流勇进，我还玩水，玩水，激流勇进，所有人都害怕，是怕弄身上水感冒，啊，只有他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一会儿就干了，那是错不了啊，高高兴兴啊，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，啊，三遍了，哎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啊，最后才发现了我，啊啊，我都傻了，是，你怎么了？ 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谦儿哥高兴。啊我哪有头发呀？我这，这冻成那样了，还有这个，都往这儿看。还不够，好几十万人。啊看着呢。回头看。嗯，我叫于谦。别自我介绍了。我对不起郭德纲。哦啊，我今天怎么样？负荆请罪。这终于说出来了。一伸手，嗯，就把这花椒木拔出来了。 德刚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之前是哥哥的错。不，不是，不是。我先别说事儿，我先别说事。我这有一环节没弄清楚。啊、好的，嗯，嗯嗯，呃，呃，没有跨栏背心。我没说跨栏背心的事、嗯嗯、啊。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花椒木出自河北省山区。 你要说六七月份，他有这个。我没说他的出处。好的。我从那儿拿出来，我也没穿跨栏背心儿，对对吗？对，我就穿一双袜子啊，不穿一双拖鞋。对对对。然后穿一裤衩对对对。我这花椒木在哪儿搁着来了？这好几十万人呐，就说：“哎呦，这是说相声的于谦。”不是，我也没问那么多人啊。我问这花椒木，它来自于何地啊？ <laughs> 你看，看，这大姐送了你丝袜，这个花椒木啊，啊，在裤衩上别着呢，松紧带够紧的你是不是以为裤衩有一带儿？你是以为裤衩没带儿呢？没听说过，别在松紧带上啊。德刚，我错了。 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多虔诚啊！结果花椒母眼泪都下来了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是怨我，我错了啊！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，这个，那您先收着啊。啊，给你了，我用你给我塞回去，怎么那么欠呢？这人，就哥俩就这份感情啊，就就就咱们不过这个，知道吗？啊啊，对。说我现在想起来我还热血沸腾了，真的是吗？真的。 所以说，咱们新年新气象，哥俩还得好啊，一定得好。而且以后老爷子什么，你媳妇儿、老太太什么乱七八糟，台上我不会再说了。是您都说完了，您都再说，就以前说过的那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重复了啊，也没人听了，不会重复的。其实他岳父岳母很好。 人这谁不是捡新鲜的说呀？你这各位啊，嗯、给说相声的留口饭吧啊！实在不能说别人了啊，嗯、说别人人一告状，我们还得道歉啊，只能说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谁让、哦哦、你有花椒木呢？哎、啊，嗨，别提这个人家可以不说相声，我人家就算是在家躺着吃吃不清，有有钱还别说他父亲家里啊怎么怎么那,么那都咱都不提，就说他他媳妇儿这边啊，嗯、他岳父岳母这边。 是、啊、在北京可能提您不知道，上哪儿提？上天津问问去，天津都提于谦的岳父岳母是做买卖的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怎么着？他是生意人。呵，多少个行业被他岳父母垄断，或者垄断行业呀、啊？就那个公司啊，啊，当然有大有小，哦，有大公司有小公司，他们家那个买卖从早晨四点。 就开始开张，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半，就这些家儿、这些买卖、这些公司，就四点钟开张，夜里才早晨四点，他岳父的公司就开张了。什么公司？就卖这茶鸡蛋什么的，茶鸡蛋、豆腐脑啊什，这么就就就这个就是。那不就是摊儿吗？那那也是个小公司啊，公司也小公司啊，那是得四点半开，五点五点他岳母那公司开张了。这卖什么？老烧饼，老烧饼。 哎，那、哦、茶鸡蛋呢？溜、哎，紧跟着就所有的这摊儿啊，一家接一家啊，一会儿卖糖豆的了，一会儿卖气球的了，啊、一会儿糖画了，哎，一会儿酸麻糕了，哎呀哎，一会儿什么酸枣，哎呦，就这忙活着，这点零钱不够老两口挣的了。嗯，嗯你想他要不挣钱的话，他岳父岳母能住在黄崖关吗？住住哪儿？黄崖关黄，天山，天津。哎，到了盘山。 还得往山里边再走二十来公里，黄崖关长城的边上盖着四合院不是，咱先盖什么院、啊、咱不管。嗯嗯、天津做买卖，嗯、怎么跑那么远买房去？地广人稀，在那儿三进四合院带后花园，带金鱼池，带假山。哎呀，倒是真讲。天津城里你没有这个地儿，就非得上那儿。好家伙，早晨四点买卖就开张，夜里十二点半收摊、啊 是十二点半收完摊，老两口子急急忙忙往黄崖关那儿赶，睡觉去、啊，知道吗？到家打一照，赶紧回来，四点又开张了。那到家没到家呀？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哦哦哦，老两口子这辈子不容易，是吗？生了三个孩子，哎，还有工夫要孩子吗？这个，这净道上了这个。那咱不分仨闺女，哦，三个闺女，仨女儿，三个大美人儿，他、哦、媳妇儿行三。 就最小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大姐姐叫妮儿，叫什么？妮儿，啊，妮儿，妮儿啊，哦，借那谐音爱称吗？啊，叫妮儿。哎，嗯，大姐姐叫妮儿，好，嗯，二姐姐叫不，这也是爱称，爱称。他媳妇叫村儿，嗯，一点爱称的意思都没听出来。嗯嗯，就这仨，哎呦，嗯，大姐姐好看，漂亮，大姐姐大长腿，嚯，大长腿。 谁见都说嚯，哎，这大长腿怎么样？不蹬三轮车都浪费了。好家伙，蹬三轮才浪费呢。嗯嗯嗯二姐姐漂亮啊，二姐呢？尤其夏天穿一露背装，这叫吊带儿。前面一走啊，后边大伙儿看，哎呦啊啊！好家伙，二姐姐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看这背，哎，你看，还这嗨，这后背啊，一个痦子都没有，那一黑点都没有这后脊梁不拔罐子都浪费了。嗨。 看着白净，哎，尤其是您的太太，我媳妇儿，呵，村听着就那么哏慌。嗯，村那个小尖脸儿，哦，多少个女电影明星那脸没有你媳妇儿脸好，瓜子脸，小巴掌脸儿，嘿，一刀没动过呀，啊，原来的小巴掌脸儿啊，呃。标志好，大耳朵垂，大耳垂，大耳朵耷拉到肩膀上。 那么大耳垂儿，哪回上庙里烧香去，和尚都想把他留下。干嘛呀？说这开脸太好了，哦、比佛像还像佛像。好家伙，那跟、个、假的似的。嗯嗯，嗯这个大户人家，要不然，人家这仨姑爷能那么满意吗？哦，都结婚了。那是，这是，这是他们家三姑爷。对呀，那大姐夫叫林子，二姐夫叫绿春，嗯，一个意思。这是三姐夫。 我我不如他们这名狠，嗯嗯嗯嗯，但是你有花椒木啊，就别提这个，别提这个了，呵，尤其是没事儿，一家人坐一块儿，有时放个假，一块儿聚会聚会，哦，大户人家的风范，怎么着有规矩，黄崖关，啊，哎，往深山老林里边走，呵，有一四合院，啊，坐好了，岳父坐这儿，岳母坐这儿，仨姑爷仨闺女，都到齐了，老头儿也高兴，是吧？今天好日子，哎，今天七月十五，嗯啊。 嗯，咱们聚会聚会，七月十五聚会。之前本来说清明节聚会的啊，啊，结果耽误，耽误啊,啊。对，七月十五人称叫贵节呀，贵节呀，代表着生活富贵。嗯，你这谁骗你来着？来吧，喝酒吧。啊，喝着酒，不光喝酒吃饭，还怎么着？哎，还要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探讨人生，怎么探讨人生哎，喝一杯酒，岳母站起来了。嗯，大姐夫跟我出来。 叫大姐夫出，叫大姐夫出，大姐夫叫林子，是我们记住了。哎，那是个北京人，哎，可不是北京人吗？北京人才说林子。哎，林子，大姐夫做生意做得挺好。哦，哎，他是那个王八，啊，叫什么？王八，王八啊，王王八，就是屋里好些个电脑，小孩们跟那打游戏，开王八的，开，嗨，没，开网吧的啊，差不太多，不重要，差远了，重要。老太太领着出来。 哦，搀着岳母，哎，后花园围着金鱼池一转，还有金鱼池。哎，生意怎么样啊？哦，两口子日子如何呀？闲聊天还刚拌嘴了吗？嗯，聊会儿天聊着聊着，老太太脚底下一呲溜，嗯，懂？怎么了？掉金鱼池里了。老太太没站住，其实是诚心的，他干嘛诚心掉里头啊？考验一下大女婿的为人。哎呦，他要看什么呀？哎，大女婿啊。 外套一脱，咚下去了啊！给老太太拖上来了，哦，救人！老太太高兴，是好孩子啊！怎么好不白疼？那倒是。哎，妈给你买辆车，汽车啊？嘿，给你买辆金杯，嗯，买金杯大车，先先来一辆，先开着玩儿。哦，哎，奖励你吗？啊，那也行。这才回来，一进门老太太乐了啊！我刚才掉水里了，别解释，没想到的事情。行呀。 行了行了啊，换衣裳，这换衣裳当人换衣裳啊！哟，屋里还有人呢，多新鲜呢，以为您要负荆请罪呢。嗯嗯嗯嗯。嗯嗯嗯嗯上午换完衣裳出来啊，绿顺<春>。哎，叫老二呢。绿顺跟我出来啊，哎，绿顺出来了，哎，绿顺，东北人，哦，哎，这会儿吃的正高兴呢，是吃那蘸酱菜，呵，就爱吃这个，东北好吃这。走啊，跟我去啊。哎哎，妈，等会儿再吃两口。 就喜欢蘸酱菜。哎呀啊！给他一罐大酱，他能把门口的绿化带全吃了。好家伙，菜不菜都放二上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嗯，出来。绿春搀着老太太啊，金鱼池转一圈。呵，日子怎么样啊？还是这几个问题。生意如何呀？嗯，跟我闺女吵架了吗？哦，懂。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，刚才衣服白换了啊。二姐夫外套都没脱。是啊，下去了，给老太太拖上来了。更快。老太太高兴。是。 好又好，都没脱外套，是太拿妈当回事了。对，妈给买一车，又买一车，买一桑塔纳，嚯，这小车了，比金杯就强了。那是啊，回来了啊，老太太一进屋，我又掉水里了，你又来了。想不到的是，屋里去吧，啊、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谦儿，给你了。 老太太不换衣裳了，快来吧，上瘾了，带着谦儿啊，围着金鱼池啊，日子怎么样啊？是，家得挺好的。你直接下去。爸爸还在儿童银行吗？还跟赵姐在。说这干嘛呀？啊，啊啊啊！天又惹祸了吗？没有。负荆请罪了吗？还他全知道。啊，你还要金条不要啊？行了，说说懂。哎，都。老太太掉金鱼池里边了，早就该下去。谦儿傻了啊，谦儿不会游泳啊，就看着老太太跟水里。 水面上就剩老太太一只手，哎呦，签儿过去抓住，把戒指摘下来了，好家<巧>伙，老太太就淹死了，淹死了吗？淹死了不要紧呐，啊，岳父给她买一大奔，哎，这。